那我现在的位置呢，就在这个 complex Suganagara Shah Alam。那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呢？这边有一个活动。Hi, free 啊 ？Free one 啊？啊 ，free。Thanks. Okay, thank you. Bye bye. 那今天我来的这个活动呢，就叫做 Born Odori 啦。Born Odori 是日本的一个传统盆节舞蹈活动，它就通常呢会在七月还有八月这个时间进行的。这个节日的目的呢是要迎接和祭祀祖先的灵魂，它也是一个庆祝团聚和向祖先表示敬意的一个传统活动啦。奶茶呢，去找个地方坐下先。One more last time. Come Suda Basadia.Now, let's get started.你们呢就不要随便乱丢垃圾啦，好像这样好心的安哥帮我们收拾垃圾啊，嘿，知道吗？